哎，瑶瑶，你干嘛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噔噔噔噔，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这怎么穿啊？这样穿啊？哎呀，今天的主题可是泳装派对，你就穿成这样，这样怎么行啊？有那么好的气质，当然要穿出来给大家看看啦。可，我现在下去还有事情，你必须把它给我换上，等下我过来检查。 走了，瑶瑶，给我换上。瑶瑶，这也太暴露了吧，瑶瑶！这么好的身材。 不露出来，太浪费了吧？姚君墨，林维玲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在国外留学，刚刚回来，想不到。 你的身材跟学业一样，达到了国际水准，完全具备流行的骨干美啊！嗯，我可不是恭维你哦。换好了没有啊？哎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俩见过了吧？哎呀，快点 ，party 开始啦！快点。 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我的哥哥姚君墨先生，还有我的好闺蜜林维玲小姐都回国了，所以为了庆祝，我特意办了这个 party， 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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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应该记得，我们是按小时收费的。现在我需要你的服务，到自助餐去。 林文林，啊，你干什么呢？请问胡总，您有什么需求吗？就帮我拿个松饼吧。好。松饼。怎么没有奶油？还有 cheese， 还有胡椒粉。吃松饼配胡椒粉。 我口味独特，不行吗？嗯，我要胡椒粉、黄油 cheese， 还有你们这里所有的酱都给我来一份。哦，还有饮料和餐巾纸，谢谢。来，小姐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 胡椒粉、黄油 cheese。 番茄酱、草莓酱、千岛酱，还有饮料和餐巾纸。您还有什么需求吗？嗯，暂时就这样吧。好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记今天为你提供的服务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还了3600块钱。怎么可能那么多？让我看看。 胡千语，星期二下午送外卖也要记一次，刚刚帮我开车也要记一次。当然了，我们是按小时收费，不是按次数收费的。现在通通不算，以后需要我的签名才能生效，给我重新记。哎，我胡千语，你还给我！哎，我重新开始记。胡千语，你还给我！到处在找你们，怎么在这儿啊？肚子饿了，想吃点东西。别吃了，有好玩的，来。